我再重複講翻啲咧，就係兩個黑色鍵，三個黑色鍵，呢個就係 C， 呢個係 C 嚇。咁咧 C 咧就最容易彈先嘅，最容易學先嘅，因為佢係淨係用白色鍵啊。哆唻咪發嗦拉提哆，咁佢就咁哆唻咪發嗦拉提哆咁樣直落嘅啫，即係就唔使用黑色鍵嚟到彈嘅。咁而即係你呢個你。首先你要買一個 keyboard 啦，如果最好買一個靚啲嘅，所以就唔好你可以問我嘅，如果你想買 keyboard 嘅話 ，OK。哆唻咪發嗦拉提哆，咁樣即係知道個音係咁樣啦。咁其實咧彈歌嚟伴奏係唔需要彈主音，可以即係彈和弦啊。OK， 咁咧就而一首歌咧最主要咧係有。三個和弦為主，又有另外三個咧係附加嘅。咁咧最主要三個和弦，第一個就係 C 和弦啦，呢個 C 就係 C E G 嗱，呢個字母咧就係 C D E F G A B C， 即係我哋最多用係 C 調嘅 C。咁咧 C 和弦咧就係 C E G 就係 C 和弦啦。OK， 然後咧。四嗱呢個哆唻咪發呢個就四啦，一二三四 F 和弦，F 和弦就係咧 F A C， 其實咁樣跟住落嘅哆咪嗦哆咪嗦哆咪嗦，咁呢個就係即係大調啊呢個，然後 G 咧就由 G 開始係第五啦，哆唻咪發嗦呢個嗦，咁咧就係一樣係咁哆咪嗦就係呢個咧就係 G B D。GBD 好，咁呢就係呢三個主要嘅和弦。咁仲有兩，仲有三個咧係小調嘅和弦咧，就係咩咧 ？D 小調啦，又係都唔使用黑色鍵嘅，就係 Re Fa La Re Fa La 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D 小調，即係由 D 開始掃氣。咁點解叫小調咧？咁叫大調啊 ？Do Mi So Do Mi So 叫大調，即係 Do Mi So。拉到咪，拉到咪就係小調，即係個音咧。你呢個咧，我要詳細解釋，我唔詳細解釋呢度。即係總之，譬如呢個都係嘅，哆咪嗦呢個係大調 ，C 大調，但係咁樣咧就 C 小調啦。拉到咪就係 C 小調，即係將呢一個第三個音轉降低半格，就係小調。哆咪嗦，拉到咪呢個就係 C 小調啦。呢個。D 小調，但 D 大調咧就係哆咪嗦呢個就 D 大調，然後 E 咧呢個亦都係用 E 小調啦。咪嗦提咪嗦提，如果呢度咧升半級咧，又係大調啦。咁樣咧就係小調。OK， 咁你嗱呢樣嘢咧就要再詳細解釋嗰個理論嘅。咁但係你記得用黑色用白色鍵咧，就係呢個 D 小調，唔使用黑色鍵。咪嗦 T 同埋仲有另一個咧，就係個 A 小調啦，就係拉哆咪。咁咧又係呢個咧就係 D 小 A 小調嚟嘅。A 大調又點咧？哆咪嗦。咁咧就係 A 大調啦。OK， 好啦，嗱，我而家淨係彈主耶穌愛我，因為佢只係用三個和弦，有好多歌三和弦已經搞掂啦，就係 C。F G 即係一四五咧，係彈到好多歌彈到嘅，一四五。咁嗱，淨係右手先啦嚇。最簡單嘅方法嗱，你可以右手 C 啦和弦，可以加個二，第二個音即係哆唻。咁呢個 C 二 F 亦都可以加個 F 二 G 亦都可以加 F 二G 二。好啦。只係我只彈右手嚇，呢度可以縮細啲，咁啊，淨係睇到我右手先。睇停再錄啊，咁可以分開兩節去學。喺呢度咁啊 ，OK， 好，好啦，好啦，咁咧就正嗱就係 C F G， 咁你幾時用 C 同 F G 咧？其實個基本原理就係咁嘅。哆咪嗦就用 C 嚟到彈，哆咪嗦就用 C 嚟彈，法拉哆就可以用，總之呢三個音出現嘅咧就可以用個 F 大調嚟彈，然後 Sol Ti Re 就可以用
字，即係凡係有嗰個音嘅咧，你就可以用嗰個和弦嚟彈噶啦。咁但係有啲重複噶咯喎，即係個度咧又可以用 F 嚟到彈，因為個 F 有個度喺度嘅，呢個有個度。法拉哆法拉哆同呢個度一樣嘅啫。法拉哆哆即係個度咧係可以 C 嚟彈又得 ，F 嚟彈又得，仲有 A 小調 A minor。拉哆咪都係有個哆喺度嘅，都係一樣可以 C 呢個哆呢個音係可以用 A 小調。咁你幾時用邊個咧？就試到邊個好聽。OK， 好嗱。咁我而家呢首歌嗱，我首先示範係咩咧？我唱 chord 唔唱字，我唔唱普通嘅字，我唱 chord 嚇。咁咧就係點樣咧？我彈嘅時候，我而家首先用一齊落啦，好唔好？一齊落，加埋個耳音啊。住，不過咧，如果淨係一下咧，係逼而且確係困難一啲嘅，即係冇咁好聽啊。最好就將佢拆開。咩叫拆開呢？任你彈邊個音都得，你試下邊個音都得。就係點啊？主耶穌 F F 呢個 F。咁咧就係、是、啊，即係就咁樣嗰、那個音係啱個音咧，你就彈翻呢個和弦啦。我再嘗試翻一次嚇。最簡單咧，其實最簡單可以咁樣樣嘅，就係、是、一下咁啊 ，C C C F 一齊彈都得噶，不過冇咁好聽啊。C C C G G。咁如果配合埋左手咧，呢度整翻闊可以睇埋佢左手啦。呢度就係咁咁啦 ，C 就係咁一 C 到 C，C 到 C 咁樣 C 最好咧，你就拆開嚟彈。其實你彈邊個音都冇乜所謂嘅。其實咧，啊你，總之咧就係你一齊彈得，分開又彈得，而呢一度咧就係可以一下下咁彈。咁左手係跟住你 C 係要撳 C，G 要撳 G， 係咪咁轉？係啊，一定要係噶，係啦。OK， 嗱，我再試一次啊，仲慢啲嚇。C C C。我而家講一個 exercise， 你可以做呢個 exercise， 一路練習一路練習，咁就點樣樣咧？咁你練落就係、是、譬如就係彈 C 啦，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總之每一拍咧，你暫時嚟講你可以每一拍都可以彈一下或者兩下，就唔得你啦嚇，咁樣就係總之你彈嗰陣時彈 C 啦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最好就數拍子。呢個係要習慣嘅，學到習慣嘅，即係你可以買一個嗰啲，其實唔使買嘅，你呢啲都有嘅 metronome， 即係就係拍子機啊，拍子機就係咁啊 ，one two three。
one， 呢個 F， three， four， one， t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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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你中意彈咩音啊 ，one， two， three， fou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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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其實咧，總之練熟嗰啲和弦咧，第一步就係練熟個和弦。咁你第時和弦熟咧，你就任何歌都可以夾到嘅。咁呢個第一就係用呢、這個呢、這個手指位啦。第二個咧就係轉位啦。C 可以 C E G， 但亦都可以 E G C。如果加埋個耳音就係咁樣樣啦。然後咧就可以 G C E。咁點解要咁樣調位呢？因為呢個 C E G 嘛，呢、這個又係 C E G 嘛。咁你可以呢、這個 C 唔要彈上高個得嘅，咁你就褪咗個手位啦。呢、這個 E 唔要彈上上高嘅 ，G C E 又彈喺上上面又得嘅。咁點解要調位呢？你調位嘅時候就變咗咁啦。譬如我彈個 G 可以咁彈啦，咁咪去咗好遠咯。但係咧呢、這個都係 G 嚟嘅喎，係咪？呢、這個 G 嚟嘅係咪？呢、這個 G 我咁樣彈法 C G， 我唔使轉位啊，即係即刻喺個閘嚟啦。所以謝先嗰首歌咧，如果我彈咧，嗱 C F 可以咁彈就得，嗱呢個 C 落喺呢度咯，又可以咁彈。所以你每一個和弦啊，咁樣呢個一個練習，有個 C 啊睇住嚇 ，C 最好呢度一齊做住吧。One two three four，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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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three four， 咁咧你就會能夠隨時。熟練喺邊個位置都彈慣，即係練多啲呢啲咁樣嘅練習啊，就練埋加個耳音。One two three four，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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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three four。呢個明明呢個調位嘅意思啊？C E G， 可以阻止唔止就係個 G 跳嘅手係點樣 ？G 係咁樣咯，其實你總之你記實 ，G 就係 G B D。係啊係。咁你總之呢度有個 B， 呢度有個 D， 都全部都任你彈嘅啫，呢又任你彈嘅，即係總之你咁樣之後褪上去，咁於是你咪將呢個彈呢度咁解啫嘛，你熟咗呢個位就係總之就係屬於 G 噶啦，呢個屬於 G 二噶啦，咁你就幾時去到嗰度咪呢個位又熟呢度走落呢度啫嘛，咁就走落呢度。即係你記熟咗個位咧，譬如 C E G 你容易記啲啦，咁你咪有咁褪褪上去，一路褪褪啦，一路褪，一路褪，一路褪褪。右手你左手咧最簡單咧就係咁樣嘅啫 ，one， 你係 one， 又可以 one two three four 呢個最簡單嘅係嘛？主耶穌，其實咧我就唔係真係咁樣順住持續落，但係總之你彈主要彈呢兩個音，亦都有時可以彈第五個音，但係唔好再彈，唔好彈呢一個，唔好彈第三個，即係到到。到到咁，其實你聽到好聽咧就 O K 噶啦。你一路因為你自己慢慢會提升嘅，你開頭可能咧你彈出嚟個聲音唔係咁好，唔緊要嘅。你彈咗翻嚟彈俾我聽，我就話俾你聽可以點樣改善。O K 就係、是、即係你熟習咗，因為主耶穌愛我最好就係佢就係用即係三個和弦啊嘛。咁咧就係、是、C C C。C C C G G， 我呢度轉咗個位咧，中咗咁樣個 G 係咪 ？C C C F F C C G G C， 總之咧，你基本上可以咁樣彈，亦都可以一齊彈，又可以拆開嚟彈。咁你拆開嚟彈嚇，你想問咩啊？好多
嗱，我最近啦，即係其實任你彈呢三個音，呢四個音，任你中意用邊個，即係 one 最好啦。你數法只可以咁啊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即係二同四咧就多一下，或者二三四都可以多一下。第一拍咧多少少嘅 one 可以 one。嗱，數嗰陣時咧，你要數慣，就變咗唔會改變時間嘅，就要點啦 ？One, two, three, four， 用只腳。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即係嗰個時間唔會因為數咧就會慢咗嘅，唔會慢咗嘅。咁你要自己揾個 metronome 或者用方法 tick tack tick tack。One,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或者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咁樣咧你就熟咗個節拍啦。就覺得個變化嗰度就你唔好理個變化住，初頭只係咁嘅啫。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two and three four and one， 任你中意用邊度得嘅，即係冇限制，只要你個跟個拍子就得噶。One two and three。Four and one， 或者係 one,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咁樣樣。